shade, stunner, yeah, owe it all to my mother. Hot like summer, yeah, I'm making you sweat like that. Break it down. Ooh, when I look in the mirror.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树，欢迎又回来。那今天这期视频的主题呢，就如标题可见，是一期夏日马卡龙色系的短上衣小吊带合集分享。今天这里头的这些小衣服真的都非常非常适合夏日暑假出游旅行，那如果你还感兴趣的话，就请接着往下看吧。大家这一次也不要忘了多多的发弹幕，可以随时随地的告诉我你最喜欢哪一件。首先就是第一件，从一个最基础的小吊带进入，就是这种其实已经火了一两年的扎染吊带，主要是我觉得它这个颜色扎的特别好，对，显白也不是必须的啊，就是只是说如果想要显白的话，这种不是很饱和的就是最好的选择，有一种非常少女可爱青春的气氛在里。这件蓝色和绿色的扎染放在一块儿真的好青春啊，然后搭配上呢可以选择这种相同颜色的发卡和运动短裤，整体就是休休闲闲青少年的感觉。满分十分，这件大家给打几分呢？我可以今天就从简单到比较复杂的款式来讲，第二个也是非常基础的这么一个小抹胸，然后它呢也是它的颜色非常好看，它这个紫色也是它不是很艳丽，然后加上它有这种做旧的面料的感觉，上身就完全不会显黑显黄，然后这种简单的抹胸底下配一个大卫裤，就是夏天最最最基本但是又超级辣的搭配了。我真的贼喜欢这一件抹胸的面料，这件呢也很有那种 ins 小网红的感觉。我带了一条粉紫色的 choker 来搭配这件上衣，我发现紫色真的是又可以很甜又可以很酷的一个颜色啊，这件真的酷酷的，我特别喜欢，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我也不知道这一段我脑子里怎么想的。等，第三件就是一个长袖了，然后这一件真的特别特别好看，它是很有设计感的一件短上衣，然后它的设计感就是特别的显瘦，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领子是这样的一个斜肩设计，就能把你最瘦的地方凸显出来，然后又可以遮住一些可能手臂上有肉的地方，下摆的这个地方相当于是斜着这样过来，斜着的这个尖尖的设计大家应该都明白，就和那种鱼骨衣是一个道理，最显腰细的就可以显出你的腰有这样的一个弧度，非常非常完美，非常非常显瘦，然后也很适合拍照的一件又基础又很特别的白色短上衣。哇，这件上衣真的太能修饰我们的身材比例了，首先就是它这个袖子超级超级长，就可以把我们的胳膊拉得又长又细，整个人都看起来瘦瘦高高的，特别是它前面这个斜着的剪裁，真的可以把腰的曲线显得特别特别的好看，特别特别的细啊，我超级爱这一件。再下一个短上衣也是一个这种比较有设计感的，然后是我刚刚说的就是最显腰部瘦的那种设计，这个底下也是这样鱼骨的一个吊带，它是这种米色的嘛，我发现这种色系其实上身就会特别的显气质，给了一个那种长长的袖套，夏天穿挺热的，还有点捂痱子，但是不得不说就是拍照的话，这种东一块西一块的衣服确实还挺上相的。大家觉得我是把头发扎起来更好呢，还是披着更好呢？我每一次展示衣服的时候都超级纠结这一件事。这套上衣其实还带了一点点机能风在里头，所以我全部都用了银色的饰品来搭配，整体看着就是特别精致然后酷酷的。大家给这一件打几分呢？我又开始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了。再下一件是超级梦幻的这个泡泡袖抹胸上衣，它的好处就体现在如果你像我一样比较肩比较窄然后头比较大的话，就特别是我这种抹胸加点泡泡袖，它这一块不就会把我们这一块拉宽吗，就会显得头小点。对，先一定要先搞明白自己比例上哪一块自己觉得不那么满意，比如说我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我肩窄了然后头大了，对，所以我就很希望底下的衣服可以把我的肩拉宽一点，这样就能显得我头小一点。这一件的风格其实算是我的一个新尝试，就真的很甜美然后很温柔，拉下来就变成了一款一字肩，所以它有两种穿法还是挺实用的。肩窄的女孩一定要试一试这种一字肩泡泡袖，真的可以很好的改善我们的头肩比，显得头小一点，脸小一点，精致一点。
下一件也是一个抹胸，它这个粉色其实不是镜头里显现这种纯纯的粉，它还有一丢丢橘调在里头，所以就这件衣服其实我对它的颜色不是特别的满意。就是如果你皮肤特别的白，或者你本身就是那种小麦色啊古铜色的话，会很适合这个颜色，花纹啊什么的不是那么日常。我买回来也是想可能之后如果有跳类似风格的舞蹈啊拍视频的时候可以穿一下，这个衣服还是挺上相的。这一件上衣相比前几件就成熟了很多，然后有一点点小性感在里头。其实它真的不算很日常，但是如果你想偶尔拍一些比较出彩特别的照片的话，这件衣服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很特别然后很上相。那这种风格大家还喜欢吗？最后一件就是我身上这个青花瓷的抹胸上衣了，这一件上身就是你能感觉到它的腰身一下子给你紧住了，它会完全的贴合你的腰身，然后还会把它就是收紧一点，就会显得整个人的腰特别特别的细。这件上衣真的超级完美的勾勒出这种腰部的曲线，显得人特别的挺拔，特别的瘦，包括它的花纹真的很适合度假啊旅游的时候穿，很推荐。今天视频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还是老规矩，大家可以把你们最喜欢的那一件打在公屏上。如果你还想看我出什么夏天时尚类的合集视频的话，一定不要忘了弹幕或者评论告诉我。终于又到了下班时间，开心。还喜欢我的话，一定不要忘了关注我，还要给这个视频一键三连。拜拜拜拜，下班了，吃饭了，喝饮料了。